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那我们接着上一堂课啊。那上一堂课我们一开始啊，先提到了"事先气势，而后文艺"。我们学的知识技能啊，应该是来成就我们的恢宏的气度，还有深远的见识，也就是高远的目标。好，那我们立定了这个目标，再去经营好人际关系啊，就能成就我们的家业，我们的事业。那恢宏的气度啊，代表我们的心量。一个人心量有多大，事业才能做多大。在历史上，不乏很多才华非常洋溢的人，但是他的人生价值啊并不高。比方在魏晋南北朝，曹操，他是在东汉末年的一个人物。曹操讲了一句话叫啊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也不可天下人负我。他的心胸怎么样？太狭窄了。甚至于到晚年，华佗要帮他治病啊，因为他太狭窄了，还觉得人家要害他，还把华佗打了一顿。所以他在历史上啊的价值啊就不大。而我们刚刚讲到的范仲淹，他就有恢宏的气度，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啊。孟子告诉我们啊，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啊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我们时时帮助身旁的人得到快乐，时时解除他人的忧虑、他人的忧愁，回来的必然是啊，他人也在促进我们的快乐，解决我们的忧愁。所谓爱人者啊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啊。所以人生啊，其实并不复杂。我们刚刚说啊，人生就在天堂跟地狱就在什么？好，诸位同学，从大家的回答当中啊，代表大家相不相信这句话？没有相信啊，就产生不了力量哦。信、愿，我有这个愿望要去例行这个人生的真相，之后就是啊，行了以后，你就会契入这样的人生境界，会契入这样的人生境界。当初我一个人到了海口，海南海口，我到那开始啊讲中国文化，那时候是举目无亲，当然哈、哦、是没有血缘关系啊，但是老祖宗又告诉我们一句话，说君子敬而无私，与人恭而有礼啊，这样会得到啊四海之内怎么样，皆兄弟也。所以我当初到了海口，我的朋友打了电话给我，哦，他们也很关心我啊，就问我你在那里过得怎么样。我说啊，我用三句话来回答你。第一句叫德不孤必有邻，一个真正追求道德的人，他不会寂寞，一定会有很多善心人士啊，一起来
共同啊努力，共同求学问。所以第一个是德不孤必有邻，第二个是啊四海之内皆兄弟。我这两句话讲完呢，我的朋友在电话那头说，哇，那你到那边混得还不错。第三句是啊，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。年轻人啊，绝对不要怕挑战，不要怕吃苦，因为玉不琢不成器啊。因为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我们冷静思考一下，一个人能力潜力成长快速的时候是什么时刻？往往在逆境当中成长的越快。所以诸位同学啊，给我们逆境的人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对他？哈，感激他，感激伤害我们的人，因为他磨练了我的心智，感激欺骗我的人，因为他增长了我的见识，感激绊倒我们的人，因为他强化了我们的能力，因为他把你绊倒了，你就会怎么样？学习站起来，啊，感谢遗弃我们的人，因为他教导了我们应该自立自强。所以诸位同学啊，人生的苦绝对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啊，是自讨苦吃。啊，举一个例子，刚好今天有一个女士，她去上班，在搭公车，突然迎面来了一个人，不分青红皂白啊，啪就给她一巴掌，她还回不过神来，那个人已经走了。哦，她说，哇，今天算了算了，她可能跟家里人吵架啊，原谅她吧。啊，好了，去上班了。上了一天班了，回家里，啊，辛辛苦苦煮了一锅菜，等先生回来吃，刚好先生喝了点小酒，一进门来，啪，同样一巴掌。结果他说，我这一辈子绝对跟你啊没完没了。这位同学啊，这个苦谁造成的？人生最痛快的是什么呢？找到根本原因，就不会在那里啊烦恼，就不会在那里心思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什么是事实。人不了解道理啊，心是不可能会安的。人不了解道理啊，时时都把责任往外推啊，常常都是各相责啊，天翻地覆啊。所以有一句话说到啊，按照逻辑来讲啊，没有人可以进入你的内心哦。但那个伤害你的人到底是谁？啊，这位同学，伤害我们的人是谁？所以你看，同样一巴掌啊，但是自己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。就是能宽恕第一个人，不能宽恕先生。所以人的心不平等，不平啊，招感来的一切人事物就会不平。人生就好比啊，一面镜子一样。你对着镜子笑啊，他也怎么样？他也对你笑。你对着他哭啊，他也对着你哭。好，诸位同学，现在镜子对我们笑还是对我们哭啊？我看你们的表情好像是哭比较多。在宋朝时候，有一个读书人啊，叫苏东坡，
他那时候啊，也是学习啊儒释道三教的学问。那时候他刚好认识一个高僧啊，叫做佛印禅师。有一天，苏东坡在那里打坐，觉得自己境界不错，他就说道，写了一灵感来了哈，就写了一首诗，说起手天外天，佛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就觉得他那时候好像心很清净，境界非常的良好。那大家知不知道八风是什么？八风是啊，力衰毁誉，趁机苦乐。这个力衰啊，力就是人在顺境的时候，衰就是人在坎坷的时候，毁，人家当面骂你，毁是啊背后骂你，誉是背后称赞你，趁是当面称赞你，机是啊当面批评你，苦乐啊，就是我们人生苦的时候跟乐的时候的感受，这八种情绪啊，他都觉得不干扰他，叫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诸位同学，当苏东坡在写八风吹不动的时候，他八风动了没有？所以你看哈，人生最可悲的是什么事呢？叫自欺欺人，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，还遑论去看别人。人生啊，欲知人者，先自知。我们人生的先后顺序啊，不可颠倒。欲知人者，先自知。这个先后顺序不能颠倒啊！欲爱人者，先自爱；欲助人者，先自助。诸位同学，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人格都不爱惜，他能不能去成就别人的人生？能不能？不可能啊！所以一个非常潦倒的人，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，他就说，我要给你幸福，你真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人。你看他能不能给你幸福啊？他连自己都搞不定了，还能给人家幸福？这叫颠倒啊！好，欲助人者先自助。泥菩萨过江会怎么样？自身都难保了，还帮助人。欲论人者，我们要批判别人短长啊，要先反观自己，先自论。你自己的道德学问够了，才有资格去评论别人。自己都五十步笑百步，还在那里自取其辱。但说实在的，一个人真正有道德学问的时候，他还会不会去论别人啊？不会啦，他懂得谦让，他懂得宽恕啊。那虽然写了这首诗啊，也没有察觉自己的八风已经到了动了，然后就把这一首诗啊送去给佛印禅师看。佛印禅师看完以后啊，在上面批了一个字，屁，就把他送回去了。哇，苏东坡一看呢，气得半死，马上二话不说哈，就坐船渡江过来要理论。一到门到了门口看到两行字，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。哇，苏东坡一看呢，还进不进去啊？他不进去了，然后说，你给我记住。
心里还是不平衡啊。诸位同学，不平衡的时候，八风继续怎么样？还在吹啊。所以刚刚我跟大家提到啊，有一个20岁的数学博士，他进入大学以后啊，破格让他当副教授，因为他那个学术地位啊，学术论文啊相当有见地，直接让他当副教授，当了10年的副教授啊，都没有办法升教授，那就他就很懊丧啊，他就把他的论文啊拿给我这个朋友看，因为他读书过程当中啊都是第一名，都觉得人家比不上他，都很瞧不起人。所以当我的同学看，我的朋友看到他的论文呢、啊，他发表很多篇呢、啊，通通被打下来，因为他的论文里面从头至尾都是说啊，这一个教授的论文哪里不好，那一个教授哪里有缺点，从头到尾都是批评，然后批评得很准，都是一针见血，厉不厉害啊？厉害哈、哦！但是只要这些老教授看到他的论文，马上怎么样？连看都不看，就把他甩一边去了。因为他时时都是看人缺点，都是批评人，他就完全没有人和啊。俗话讲，天时不如地利啊，地利不如人和，失了人和啊，很多事都没有办法成就。所以看到这个现象啊，我们也了解到，人与人相处啊，一定要多看别人的优点，多称赞，多鼓励。所以这一本《弟子规》啊，是我们中国文化教诲的纲领，里面就有一句：“道人善，即是善；人知之，欲施勉。”当我们称赞别人的优点呢，哎，大家都企鹅跟他效仿，那整个团体社会就不断进步啊。但扬人恶，即是恶，都批评别人的错啊，他们听了很不舒服啊，都企鹅来攻击你，急之甚，祸且重。所以诸位同学，不要小看这一本《弟子规》啊，每一句话你真正能够变成你处事的心态，那你这一生离成功啊就越来越近。我们要了解到啊，成功是结果啊，因在哪里？因在正确的人生态度。大家要说了，哎，有一些人人生态度不好啊，可是现在很有钱啊。诸位同学，很有钱叫成功吗？再来，他能有钱多久？这个都是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啊。老祖宗说啊，不是老祖宗说，俗话说了哈，富不过几代啊，这一句话要改了，这句话要改成富不过几代，一代哈、哦、也对事实状况太客气了。那个中小企业啊，平均寿命2.9年，中小企业平均寿命2.9年，代表上去一下就怎么样，咚就下来了、哦、上去多久、哦、你看他在那里耀武扬威，我当总经理、哦、三没两下就咚就掉下来了。3年的企业那叫什么？那叫胡闹啊，自己掉下来还不打紧哦，还把亲戚朋友的钱都怎么样，都付诸流水啦，甚至于啊还有因为自己啊生意拖垮了，可能自己父母的退休金通通都赔进去了，还老人家60-70岁还要上法庭啊。所以那样绝对不叫成功啊，成功是能常常
久久的发展，那才是真正的成功。我们要学啊，要学这样的本事才对。好，所以每一个态度，所谓态度决定成功，态度决定成功，而不是成功以后才来改变态度。诸位同学，知所先后啊，态度要先对才有好的结果啊。很多人说啊，我以后成功以后我脾气就改，我以后成功以后我一定会去做好事，保证你不会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了好事啊，大学说的财散人聚啊，一个守财奴怎么可能会得到众人的相助呢？所以一定是先有正确的态度，才会有成功的结果，这一定要记住。而圣贤智慧啊，都是攸关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态度。那苏东坡，我那个朋友他的同事啊，就拿他的文章给他看，看了以后啊，他就给他建议说，你写论文啊，改一下，本来都是批评人家错在哪，现在呢写他好在哪。这一位朋友听了以后啊，皱着眉头回去了。他为什么皱着眉头？因为他想啊，好难哦。诸位朋友，批评人家习惯了，要称赞别人会怎么样？我们习惯批评别人哦，明天啊，听完课了，蔡老师说要称赞别人，好，明天去称赞。啊，突然看到同学称赞他一句哦，那个同学马上鸡皮疙瘩掉一地，觉得好不自然啊。所以现在很多什么啊，要促进人际关系课程哦，去上了几天啊，那还要花一笔钱哦。花完以后说，你要人家口袋里的钱，你就要先有灿烂的笑容。本来都是一张臭脸，慢慢在那个镜子面前在那里练笑，皮笑肉不笑，练半天，隔天去有没有效果啊？所谓习惯成自然，真正的修养啊，要从内心散发出来。那动机要对啊，自私自利的笑容是不可能会灿烂的。好，所以这一位同学啊，真的回去啊，很努力的改成写每一个教授的优点。写完以后拿来给我的朋友看哦，我的朋友看不下去，好，一看就觉得这样的称赞真是言不由衷。所以习惯重要啊，很多同学的人际关系会好，那都是结果啊，都不是偶然的啊。我们冷静去观察，就能学到各中的道理。所以啊，一个人学问要好啊，首先要接受得了别人的批评，接受不了别人的批评啊，旁边聚的都是什么？都是阿谀奉承、拍马屁的人。好的朋友、正直的朋友都怎么样？离你而去。所以弟子会告诉我们啊，闻过怒，闻欲乐。人家告诉我们过失啊，想让我们改过啊，我们很生气，闻过怒啊，听到别人拍马屁，闻欲乐，高兴的半死。来来来，我请你们吃东西。损有来，益有去，好朋友都走了。为什么？好朋友他讲诚信啊，他对得起良心，他不会欺骗你。闻欲恐，啊，闻到称赞呢，啊，自己很惶恐啊，我自己能力还不够，还要学习。闻过心，人家肯指出我们缺点，我们很高兴啊，给他一鞠躬。质量是见相亲，真正好的善友啊，就会接近你。
所以诸位同学，能够接纳别人劝诫，这个态度重不重要？重不重要？重要啊！所以明天开始，你的同学对你直言不讳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讲？虽然说实在的，一开始一定很难受啦，好，那个臭脸差一点就怎么样出来了，但是要忍住，不然你会到最后会变成什么呢？会变成众叛亲离。你看商纣王后来有没有众叛亲离？周那个夏桀后来有没有众叛亲离？有啊，把那些忠臣都怎么样都害了。所以一个国会灭如是啊，一个家会灭亦如是啊，接受不了别人的雅言，这一辈子就没有成功，没有进步可言了。所以当别人很真诚的指出我们缺点了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给他鞠一个躬，好，然后跟他说谢谢你，你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。会不会讲？你们为什么这么老实？不会讲也就不回答了。好，这是懂得啊尊敬，很劝诫你的，你有很大的福田要产生。当初啊，我到澳大利亚去学习中国文化，那时候我们同学啊有六七十个人，年龄啊参差很大，有的是二三十岁，有的已经啊六十几岁的都有，六七十的都有，大家一起听课。我的旁边啊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长者，他看起来啊很亲切很仁慈，但我也不知道啊他的人生啊有什么历练。那时候刚好我在学弟子规，我们一起上课啊，也有上这门课，其中有一句话叫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如视兄，对待别人的父母啊也要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啊有恭敬心，对待别人的兄弟亲戚啊也要同样的有恭敬心。哎，学了以后就要怎么样？诸位同学，求学问最大的关键啊叫知行合一，这太重要了。知道不去做，知识不止没有好处，还会有障碍。就像《弟子规》当中告诉我们，不力行，不去落实，但学文，只是一直读书，记在脑袋里，长浮华，成何人？学越多都不做啊，越傲慢。哎呦，那个我也会了，那个我也背过了。有一个四岁多的小孩啊，四书已经背完了。这个孩子到了幼儿园去啊，刚好那一天吃完饭，同学排好队啊，等着洗碗。这个小朋友呢，直接啊，跑到了最前面第一个位置。他走过去的时候，旁边的同学说你要排队了，不可以插队。结果他对着同学说，你们要懂得谦让。你看看他读那些书是好还是不好啊？你看连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都知道不好，我们也当然知道不好。所以古代啊对学问相当的有认识啊。行止不端，读书无益啊。一个人的行止傲慢轻浮，纵使他是进士，以后也是祸国殃民啊。所以秦桧是状元啊，书读的多不多？最后呢把忠臣都害死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一定要知行合一啊，才是真实的学问。
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一个态度，学一句要怎么样？努力往那个方向去落实，这样叫不自欺呀，这样叫真诚对待自己，不然都变成自欺欺人了。那时候我读到“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如视兄”啊，那学了就要做。哦，我回到寝室啊，我们有九个人住一起，我看到几位长者，哦，我给他鞠一个躬。我说您好，请问您是哪一年生的？他说，他哪一年生？结果比我爸爸大一岁，我就给他鞠一个躬说，谭飞飞你好。哇，这一位长者，诸位同学，那个化学反应是很快的哦。一个年轻人对一个长者深深一鞠躬，抬起头来会发生什么变化？哇，那个长者笑得很开心呢。他说我飞机坐了上万里呀，还认了个侄子。哎，这一个长者对我人生很有帮助啊，对我人生啊很大的鼓舞啊。当初啊，我告诉他说我要回来弘扬中国文化，他只给我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你要抱着必死的决心，都不能往后退。他说因为啊，现在很有可能连孔夫子的后代都不一定读孔子的书啦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无勿畏难，不要怕困难。这个勿畏难的态度啊，也在我们弟子规里面。好，一定要不畏艰难啊，好好去做。但是说实在的，这样一坐下来哦，也不辛苦了。诸位同学，你们看我很辛苦吗？哈，不会吧？为什么？老子说啊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只要你的念头是善的，你要做的是善事，一定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会来帮助啊。我们这个要有信心啊，就能够赶来这么多的好朋友好老师啊，一起来弘扬。我们现在在祖国好几个地方啊，每一个礼拜啊都有好几种课程啊在上，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各地上课的场地啊都不够啦，因为来学习的人太多了，后来都换场地，而且换的场地啊，都是他人主动提供给我们。哦，他们觉得这个可以利益太多人。我们从这里感受到啊，中国人的心田啊，非常的厚道。那个浑厚的心田啊，一点啊，那个芽就冒出来。那我对这一个长辈啊鞠完躬以后啊，接着呢我就对另外一个长辈行礼，他比我父亲小，我说陈叔叔你好。突然啊，有一位长辈就跑过来，他说我也要当叔叔。那当然我也很高兴啊，他姓卢，我说卢叔叔你好。这个恭敬的鞠躬啊，鞠下去以后啊，人生决然不同。敬田啊，福田心耕，这个恭敬心就让这一些长者啊非常的爱护我。所以坐我旁边这一位长者啊，他曾经当过雅马哈的总裁，底下的员工啊8万人。他上企业课的时候啊，上一天企业要给他2万块钱，他是顾问啊。结果我每一天跟着他听课哈，一毛钱也没花，而且还到他们家吃他的，用他的。因为啊，真正有道德学问的长者，他们有一种态度。圣贤人把这么宝贵的智慧让我接触到了，我有责任有义务怎么样传下去。
所以遇到肯受教的人，他们会非常尽心尽力的栽培。所以这一位卢叔叔对我的爱护啊，不亚于他自己的儿子，相当的提携我。在这三年多的岁月啊，我只要有问题请教他，他都会非常认真的教导我。所以真正好的贵人绝对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啊，用钱买到的都是什么？都是众厉害的人啊，利欲令至明啊，欲令至明。利令智昏啊，有一次啊，刚好我进浴室里面呢、洗完澡出来，卢叔叔啊刚好走进去，他进去没多久啊，他就出来跟我说，他说因为你肯学啊，我才肯教你。然后他就带我进去浴室，他告诉我说，在团体当中相处要时时记住一句话，绝对不能增加他人的困扰烦恼，绝对不能干扰别人的生活，这是最起码的态度。我们能不能去帮助别人那还其次，最起码不能够干扰别人。接着他又说道，说你看你这个地啊湿湿的，假如这一位70岁的老人家进来滑倒了怎么办？有没有可能？那诸位朋友，人生很多事能不能重来啊？不能啊，所以谨慎重要啊，所以要擦干。还有啊，你看这地上还有头发，假如刚好遇到有洁癖的人，他跟你相处会怎么样？会很难受，很不舒服，所以都要把它清干净。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啊，赶快把它弄好。隔天啊，我就跟卢叔叔讲，说我这个人的毛病还很多啊，希望啊以后出现了啊，叔叔你都能够啊赶快把我指出来。长者一句话都没讲啊，笑得很开心啊。所以当我们真正能闻欲恐闻过心啊，你这一份恭敬的态度就会赶来很多啊贵人的相助，你人生的福田啊会越来越深广。所以话说回来啊，当初假如苏东坡看到那一句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，深深的对着佛印屋内呢给他深深一鞠躬，说谢谢你，你是我的贵人，苏东坡的道业学业会不会起很大的变化？会有。所以事实上啊，人生都是有遇到贵人，是我们不认识啊，是我们不肯受教啊。当中国人绝对不乏遇到贵人啊。当我们打开《论语》，多少圣贤人站在我们面前啊，怎么会没有贵人？是我们缺乏受教的态度啊。你看孟子有没有遇到孔子啊？有没有？孟子出世的时候孔子不在了，但是一片真诚心啊，恭敬心可以超越时空啊。所以孟子啊承传了孔子的智慧，被称为什么？亚圣。所以真正的障碍啊不在外面啊，是我们的心啊不够真诚。那苏东坡后来回去了，
又有一次啊，刚好跟佛印一起对坐，也在那里打坐。突然啊，他就问佛印禅师说：“你觉得我打坐的样子像什么？”佛印禅师说：“啊，你这样很庄严啊，就像一尊佛。”苏东坡很高兴啊，啊，佛，那我这一次铁定赢你怎么样？赢定了，我是佛。他就问佛印禅师说：“那你觉得我看你像什么？”佛印禅师说：“你说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看你啊，像一坨粪。”因为佛印禅师比较胖啊。结果苏东坡说：“啊，终于报仇了，很高兴啊，就回去了，喜形于色，遇到了他的妹妹。他妹说：‘哥啊，你今天什么事这么高兴？’”说：“你看，我今天终于赢了佛印禅师了，我像佛啊，他像粪。”就把这个过程啊告诉了他妹妹。他妹妹说：“哥啊，你这一次真是输得有够惨。”说：“我是佛，怎么会输给他呢？”接着佛印禅这个他妹妹就说：“啊，人家佛印禅师是心中有佛啊，见人是佛。你是心中有粪啊，见人是粪。”所以人生的真相在哪？就像一面镜子一样。我们时时啊爱人，人爱之啊；敬人，人敬之。不要把人生啊搞得太复杂。我们注意去观察哈，那个脾气很大的人哈，都特别会说人家脾气大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个很贪心的人哦，看别人贪心就不舒服。我们去注意一下，一个很有修养、不发脾气的人，会不会骂人家脾气不好？不会啊，因为他脾气很好啊，他知道哦，不发脾气啊，身心清安啊。他看人家发脾气，觉得啊，他一定很难受啊，会包容、会宽恕他。所以心中有脾气啊，看人家都脾气大，啊，自己很傲慢啊，都觉得人家很傲慢，自己很贪心啊，还说别人贪心。所以从这里啊，我们要时时思考啊，既然就像一面镜子啊，镜子照出来不好，要反省谁啊？要反省自己啊，叫行有不得啊，反求诸己。要反省自己啊，才对。这一句教诲啊，在《中庸》里面啊，夫子有诠释，就是色有事乎君子。这个射箭的学问啊，就好像君子之道。我们今天把弓箭射出去了，没有射中目标，下一个念头要想什么？你看我们考试考不好了，那个老师出题出的太烂了，都是先骂，先责怪别人。刚刚那个同学手机响了，害我灵感都不见了，都是责怪别人，永远找不到自己的问题，那就永远解决不了问题了。所以那个射箭射出去没有射中目标，不是在那里想这支弓箭是不是北京生产的，品质这么差，这个箭一定是品质不好，这个弓啊深圳生产的，是劣质品，所以怎么样都是怪，怪东怪西的，就是不反省自己。箭没有射好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自己的技术不够好啊！要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好，我们有了这样的态度啊，整个人与人的关系啊，
变化的就会很快速。当我们懂得反省自己啊，自自然然就带动了、所有的同学都是先反省自己的过失。好，我们刚刚有提到啊，有好的人际关系啊，来达成你人生的目标。那人生的气度啊，要宽宏一点。就像范仲淹小时候，他的志向啊，是要当宰相。那他的那一个算命先生就说了，说你小小年纪啊，怎么胃口就这么大，要当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范仲淹有点不好意思啊，接着又说，说这样，那你看看啊，我能不能当医生。算命先生很好奇啊，你的志向怎么一下子差那么多。接着范仲淹就说啊，因为唯有良相跟良医能救人。你看他在读圣贤书啊，心中都是什么？要利益人民啊。算命先生听了之后很感动啊，对着他说啊，他说你有这颗心啊，叫真正的宰相之心，你以后一定可以做宰相。不止范仲淹做的宰相啊，他的孩子以至于他往后的子孙，在历代当中当宰相的人相当的多啊。他的直接的孩子范纯仁就是宰相，四个孩子事业都做得很成功，都是报效国家。因为啊，上行下效，他这个为国为民的胸襟啊，就是有这个气度，先天下之忧而忧。所以他利益的不是当前的天下，他利益的是几千上千年的人民都受到他那一份爱国爱民心的感染，以至于是千年之后我们读到他的文章都受到他的教诲感动。所以范仲淹这一生的价值非常的深远啊。那诸位老师诸位同学，我们人生也要立定深远的志向。所谓人生自古啊，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什么是丹心？是我们真诚的心，是我们的良心啊，照汗青，汗青是指史册，照谁的历史呢？啊，诸位同学，我们人生这一生的价值要照谁的历史啊？首先要照谁？要先对得起自己啊，照自己的历史，要让自己人生啊，三年五年啊，现在大学经过了两三年，回首一看，觉得过得很充实，很有意义啊。不要读大四的时候，忽然蓦然回首，一片空白，觉得很空虚啊，那是糟蹋了自己啊。而糟蹋自己，也是糟蹋父母啊，糟蹋所有支持爱护我们人的心啊。这样的事不能干啊，我们报答他们都来不及了。这个报答就是什么？念恩啊，恩情。我们时时要想着，父母抚养我们这么大，相当不容易啊。中国守孝啊，是三年。
这是相当有意义啊。因为我们在三岁以前行为不方便啊，时时都要母亲亲人的照料，尤其刚出生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半夜颠倒啊，还要我们的父母轮番上阵在那里哄我们睡觉啊，隔天很有可能还要上班，那不是一天两天啊，那是长期的付出。没有至真的父母爱啊，那做不到的。因为我自己姐姐啊，有两个小孩，我的外甥啊，常常到我们家里来啊。我记得他刚出生的时候，也是半夜都不睡觉在那里吵。结果呢，我也自告奋勇，排入啊接力棒的行列。结果我的姐姐啊，抱一两个小时啊都没喊累啊，我抱了十分钟啊，手都快断了。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姐讲了，以后这个儿子不孝顺啊，我这个当舅舅的一定好好修理他。当然啊，也要告诉他母亲父亲的辛苦。那为什么一个妈妈有这么大的毅力啊？爱心啊。在这三年来啊，母亲为我们穿了多少次衣服，洗了多少衣服，擦了多少次的粪便啊，这个我们都算不出来了。结果现在的人居然想说啊，我每一个月有拿钱回去给我父母就不错了，我算孝子了。这样的态度对不对？这样的态度不止没有福啊，还折福啊。假如当初我们的父母拿着200块钱，然后对我们说，那时候我们还趴在地上，来200块自己拿去买衣服，自己拿去吃饭，我们能活吗？所以父母的恩不是用钱可以回报的，是要用孝，用真心啊。不止这个三岁以前辛劳啊，那怀孕也是相当相当的辛苦啊。你看怀孕期间很多人害喜呕吐啊，吃都吃不下，但是还是硬是把东西吃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怕胎儿得不到营养。这样的恩啊，我们不能忘记啊。母亲在生产的时候啊，古代说啊，生产叫过一个鬼门关啊。生产的痛啊，比癌症还要痛。有多痛呢？那个阵痛的状况啊，好比啊，今天拿一把刀，每15分钟啊，在你的手臂上划一下，然后再划一下，划多久呢？短的话3-4个小时，长的话很有可能10几个小时，甚至是1-2天的时间。母亲忍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啊，当她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下一个念头是什么？是我的孩子健不健康？一念之间把最大的痛苦完全抛在脑后。那一份心啊，我们用一辈子报答都报答不尽。人不能健忘啊。我们回想整个成长过程，在我们的睡梦当中啊，恍恍惚惚都看到父母半夜起来帮我们盖被子。我们曾经帮父母盖过被子吗？为什么父母那时候都会起床？因为爱我们。尤其现在春秋之际啊，一天的温差都超过10多度啊，这个时候最容易着凉。父母往往啊，盖的是比较薄的衣服，比较薄的棉被啊。半夜的时候冻醒啊，醒了以后赶快啊，把我们踢掉的被子啊，把它盖好。
连在半夜睡觉的时间呢，对我们都是那样的关怀爱护。所以人生最重要的福田呢，要从念父母的恩呢开始做起。所以我因为患得患失的心呢，因为呢嫉妒别人好的心呢，人生呢走得不顺势啊，大学联考也考不好，语文也才考59分。后来在7、8年前呢，我开始接触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的智慧，了解到啊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，这是《诗经》上面的教诲，命由我造啊，福自己求，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所以《诗经》又告诉我们，做善降之百祥啊，做不善降之百殃啊。我从此啊开始断恶修善，这个先断自己的恶念，嫉妒障碍别人呢、都是不好的，开始时时啊关怀到别人的需要，开始用一份感恩的心啊孝顺父母，那命运改得很快哦。诸位同学，行善呢、最重要是用心，不一定要很多钱。比方我们今天走在路上，看到了一块大石头在那里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赶快把它移到路边去啊！因为都市的生活啊，现在人生活都比较紧张啊，有时候骑摩托车、骑车骑快了，突然闪不及那一块石头会怎么样？很有可能会滑倒，会受伤。这么一受伤啊，他痛苦啊，他的家人也难受啊。我们能有这一份心去想到啊，当我们把这个石头拿开啊，人生的福田就不断的在生根发芽。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工地，那些竹子啊都已经挡到路中央来了，很多人在打行动电话，好好好，一不小心怎么样，很有可能会撞到。我们可以反映一下，甚至于在这一块竹子上啊绑上明显的东西，让人不要去受到伤害。所以时时存善念，时时就耕福田。所以善为玉宝啊，一生用啊，心作良田，百事耕。我们的善啊，不只叫耕耘自己的心田啊，那个志向太小了。我们的善要成为我们后代子孙的榜样。诸位同学，您希望您们你的家风可以承传多久？要不要富不过一代啊？要不要？你们还迟疑啊、不要。家风要承传多久？1000年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你没有志向的话，你怎么去努力？每天都进进退退啊。1000年要跟谁学呢？跟范仲淹学。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，其实这都是读书人应有的态度啊。知识分子本应如此。